医生后来说，目前老公的状况怎么样吧？他就是说他血氧，他那个血好像说浓度酸度太高了吧？太高了。哎，现在是讲用那种什么冷压，还脑部给他尽量给他清醒。清醒那个二氧化碳的部分。对呀、啊。嗯哼，他一张是归将位到位来。我一讲伊。因为我咧上班啦，啊有小时阵害了我倒接电话，接到时阵，那个在时应该是一两点以后吧。嗯。我直接家己来啊。伊所以伊是当时为家己起来上班嘞。系啊，一张超早六点外，阿哥好好个哦，啊出门来，我阿哥中昼来时阵，就倒伫个门，中昼来时阵就倒伫个白床。哎、欸，这公安做了伤过歹呀！哎、啊，伊呢，伊是负责什么工作？我也不晓得啊。是做消防，还是安装？伊是消防的安装，就是那种消防设备的安装，还是管线的安装？我只知道他。我只知道他好像是做消防的部分啊。伊是做消防灭火器的部分吗？嘛，唔知咧，伊进前在拢对接业主啊，他是做消防的。什么什么名声还是什么东西嘛？我不大清楚，因为伊拢，阮的是各自忙自己的上班啊，就因为上班的时间也是没有时间都会错开啊。伊不讲伊公司是做啥嘛？哇，比如说消防，因为像昨天有四个公司，有灭火器的，就是二氧化碳的灭火器，有设备的安装。有管线的安装，所以主要是流线。做水电的吗？伊是做水电的吗？伊本身是做啥？伊有水电牌啦。伊是做水电牌的。哦，水电牌。伊对这是做消防的啦。就是讲水电的消防的安装的对啦。嘿，伊应该南科呀业主那边嘛有提嘿，伊就是伊这边呐，算讲咱旁。迄种工课旁爱着爱去南科遐，啊所以阮住伫嘉义，算来遮有哪近，伫南科嘛近。伊是这边叫来的对啊。嘿，伊敢若旧年就有来这边做啊，就是陆陆续续啊。如果说这边没有工作的话，他就业主就叫他过去南科那边帮忙。他应该是水电的师傅啊，来这边做一些相关的配件的问题。应该是也是有啦。嗯、啊，可能是主要应该是有做那个消防的部分。嗯，哎、啊，有几个后生？你有几个后生？两个啊。两个儿子。对。啊，那他目前就是状况是不是比较？对呀、啊。深度的昏迷的地方。升压机已经用第两台呀，状况应该不是很好。相关的地方。一般的话用一台头已经可以的、啊，他就是说。用过两台啊？嘿，我妹妹是说，她就是一台拉不上来，才会用第二台啊。对，没错。所以，就两个儿子都大概几岁了？一个三十吧。都进这行开啊？嘿，弄在这行开。啊啊啊！都得等部长回来啊。啊，部长。东元的部长。东元部长。那有什么用？
阮昨来到来遮，拢嘛无甲阮安慰到半句，啊，人住伫遮，伊敢有讲安怎？伊敢有来解释啊啦？我跟爸爸许，办公室咪是倒位触动诶？哦，对啊。我来家属来，你嘛爱甲阮讲是啥物？哎，你当叫一个迄承包商来。伊是讲啥物？二氧化碳，伊讲迄个气 CO2 讲触动，啊，引发54只的整个泄压，变成冷冻蛙啦。哎呀、啊！你看迄崩个迄外恐怖，我连看我都唔敢看。你看影片，我就是。他就是连看都不敢看。他是没有逃出来的哦。他是最里面的，我是听业主说，他们三个最严重是在最里面的。对。我就看到我一个走出来，楼梯我唔敢，加鬼敢唔敢？挂了，哎呀！一个血个掏出来。那掏出来，迄个个注意啊，就讲都真 OK 了。我掏出来看，拄啊我迄个。所以我讲，迄个看到。你一定伫外口的，才有通去造成。我较外口。所以爸爸嘛吼。不是是哥啦哈啊，所以你看影片嘛，刚刚讲做危险没？嘛是做危险的啊！啊，我嘛唔知啊，我嘛到点外，阮地我敲电话话，我离家己我堪要撞起来啊！迄真正起来，国雨落大啊，脚底直浮起来，你敢知影？啊，你感觉讲因做消防的安装的结果，那变这款型的？嘛唔知，伊这嘛唔知安怎迄个。无啦，伊公安做了无好啊。有可能是公安的问题啦。公安缺失太多了啦，我都不要讲。我大公司大二三十栋的人，我说唔知啊。像个公司？我讲我大公司大二三十栋的人，我知啊。那个公安一定爱做注意的，伊这公安做了无好啊。咱无了解，咱无了解。一些危险的部分都没有先。没有，系啊，对啊。再去啊，搞我买纱灯，然后那再讲中路来倒伫个病院。